是周三，然后这比较是属于比较非正式的演出，那就大家就不要紧张，放宽心。好，那我们呢？有人知道铁花村吗？是第一次来吗？有第一次来吗？嗨，你们从香港，香港，香港的朋友。朋友，好，那我们其实有个粉丝专页叫做铁花村音乐聚落慢市集十个字，然后有很多资讯，不只是音乐，因为我们其实周五周六周日都有慢市集的活动，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消息就可以打铁花村音乐聚落慢市集，有帮我按赞的吗？现在有智慧型手机，等下主持人唱歌无聊的时候就可以拿来按赞一下。好，那第二首歌我要带来曾经有来过铁花村的一个女歌手，她叫做彭佳慧的一首歌，我非常喜欢听，非常喜欢唱。这首歌叫《风流女声》，这应该不会再一直打它。好，也是一个轻快的歌。那我唱完之后，我们就会欢迎今天报名的朋友，那中途想要报名都可以出去黑板只要填写你的名字，感觉很想要唱的就不要害羞。
不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。接下来今天第一组报名的朋友，他叫做王佩珊。Hello， 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他。